来，这里这位委员，这里这位委员，你有勇气来啊！你就要有勇气，我们今天依照程序来处理，依照程序来处理，现在已经提案出来，就依照程序来处理，按照程序处理。好，现在休息。好，绕跑了。国民党龟缩，证明中绕跑意识形态。国民党一个案子，就两岸协议监督条例。好，当然那时候民党党团提的是《台湾与中国立约处理条例》，在1993年。隔年1993年12月24号，这个圣诞节前一天入围了。1994年开始审查，说哪一个那时候多少委员会审查？内政、国防、外交、司法、法事，啊、哦，都连续审查。好，开始协商。会有宴会，然后重新交付。过去外界在问民进党说，两岸监督条例为什么不审？他说不会啊，我们可以面对。我们也要面对来处理。果真今天我们的曾铭宗招委排了这个议案的时候，那这确实是一场现行计了。要不要面对处理？我们也没有说不审或怎么样啊。其实要询答都 OK 啊。但是我必须说的是，特别是在立案认为，他们的内政委员会半席都没有，以至于他们连要修正等等等等的，他没有办法参与，所以他们才主张说，他们应该要有其他委员会联审。以后招委都不用排案了。只要多数，就说把它退回全院，大家有共识才可以啊。从程序委会再到院会，交到内政委员会来，结果当时各党各派都没有意见，那今天才提出来说要联席。上个礼拜同个时间在审为老旧建物的重建条例，跟各位报告，时代力量也没有任何的委员。但是那一天审查，我全程在场，姚文智委员他召集的一样，也让他提案，也让他表示意见，对啊，没有损害他任何人的事情。我们反对了，打假钟了，打假钟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哎，没有算账，不开理。啊，所以现在招委你要怎么处理？你现在要绕跑，还是说你要上回教主席台？我只能请教你，你现在是要继续休息，所以你就选择龟缩当那个绕跑了。继续休息，民进党自己好好反省。